你害了我，却也救了我，我们一饮一啄，可谓不亏不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石影的徒弟。师父，我何其有幸能在这乱世之间、万人之中遇上你。您当时好心收留徒儿，徒儿怎么会反过来嫌弃你？良夜晚酒倚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，欲说还休。你动的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，你仅仅只是打听不到那未来的师父夫人。师父当然喜欢你了，否则我怎么会收你做徒弟呢？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除了这种喜欢，师父没有别的喜欢了。师父，徒儿想出去一段时间，你记住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师父。我师父是这个世界上徒儿仅仅最信任，如果注定没有结果，也最亲近的人。我懂，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对你，你答应我一个事儿，已然是动了真情。以后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不要生气。这样一个人，天天在你身边看着，好，跟着你修炼，我答应你，他真的能够耳目清净，不乱平心吗？记住，我的魅力，就是跟你一命换一命。之前发生的事，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。师父，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是必须自己亲自动手的。是师父不配跟你在一起。那些村民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，而我跟你师父是见死不救的帮凶。这就是师父一直瞒着我的事情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怕他恨我，更怕他恨自己。你知道我在九云山出入你之时，就注定有一天会死于你手吗？你若拜我为师，我就是这个世上除了你父母之外最亲近你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如果你背叛了全世界，我就会为你与全世界为敌。这是师父的意思吗？你当真要这么一直骗他下去吗？倘若他知道了又会如何呢？你曾说过师父与你一起成团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你问你自己的心，他当真只是你的徒弟吗？我把他赶走，并非因为他是我的劫难，而是情非得已。我性命不保，他又如何全身而退呢？你真的爱他？爱到这个？我欠他的。他中的是不原顶炼制毒，没有解药。只要夫人肯救，任何代价都愿意。师父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怎么活成这副模样？我带你离开这里吧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将千年百岁无言，江湖来去，一生自由。抖音。